有点叹了口气，这个怎么办？你觉得杨洋给阿星？我的笔的水要漏完了，我感觉写不出来了。那哥们就下去了啊。嗯。你是在画蘑菇吗？那个？对啊，他喜欢蘑菇是吧？我记得你好像说，就是他给自己取，就是叫自己叫蘑菇。对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甜呢、啊？我要是个女生，我也喜欢你，真的。你不要是女生也喜欢我。天哪，我把手洗了。哦，你不会放错信了吧？好像放错了。我赶紧懵了。啥话？嗯，怎么回事？那我放进去草稿了。我顺哥太紧张了吧，信都可以放错。我们现在来拆信，因为阿双和小龙已经离开了，所以我们就他俩不拆，我们还是这边。哎呦，我拿到杨洋，杨洋是最难的。哦，老谢 ，so easy， 三两。对，最好是这样，是吧？对，我跟姐一个本，对吧？搞定。杨洋给谁？我觉得他可能写给自己吧。我觉得杨洋写给阿星。他空白吧，或者他没投吧。哎呀，好，来亮一下咱们的选择。哒哒哒哒。哦，你们俩一起做这个是吧？因为这个没啥悬念了呀。对对对对。OK， 我们往下看看答案。拿信了啊，拿信啊。OK， 你先吧，你先吧。他怎么不去啊？他觉得自己，他觉得自己没戏。去拿信吧，各位，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小礼物。王嘉欣写给了一顺，他自己的小礼物，每个人都写了一封。对，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个。他是一个好朋友。啊，他把礼物的线索写在了明信片上。Somebody to know。嗯嗯嗯嗯。另外一本竟然送他的是山本耀司的书。破防了，兄弟！啊，破防了！怎么就破防了呢？这不得让你……感谢。
我觉得这可能会比较有意义一点。嗯，因为知道你这次回来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这个。那我觉得万一说不定你就成为了中国的他们，是不是？你有热情吗？是感谢兄弟，我会好好保留的。我今天其实去逛的时候，然后就看了很久，设计的东西跟摄影的东西是在一起的哦，所以就觉得很适合你们。小心思在这里呢，我肯定会认真读完的。哎，感谢老天让我们相遇，真的。Broski， 有阿星在，真挺暖的。盛明真的处得很开心。不知道他们收到他们礼物会不会喜欢？请前往用纸包住的圆柱体。茶饼啊，圆柱体。Hello。Hello。阿星准备礼物给我们嘞。在哪里？每个人都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嗯。去看看。他们都在底下找你的惊喜是吧？我还挺想去看看。你可以去看，我看他们怎么找。你去看一下，你装作都不知道。对啊，你装作你还没拿。我就说没拿到。你也下去吗？哦，好像都在找阿星的惊喜。啊？是吗？是的。你知道惊喜是什么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嘴真严。你们不是室友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四楼。小满。怎么了？阿星是不是留了什么东西要找？